安装 RDWorks 雷切软体，请各位把浏览器打开，输入制造者时代，找到文胜老师的网站，在右边研习分享的连结点进来，这边有花莲智慧教育中心，请你从这里点进去，在研习用的软体资料夹里面，数位制造里面，这里有 RDWork V8， 请你找一个最新的日期，按右键下载。这个就是今年配发给学校的雷切机最新的软体。下载完之后，好，人要下载。好，下载完之后呢，请你到下载资料夹，点选下载刚刚下载好的 RDWork V8， 请你按右键 7-zip 解压缩到相对应的资料夹。解完压缩之后，请点进解压缩的资料夹，在 V8 的选项里面，这里点进来，这个是安装档，直接快点两下安装。好，装完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驱动程式，这个请你好，然后这里请你选繁体中文，然后再点选安装，这样就安装完毕。装好 RDWorks V8 之后呢，我们第一次使用要做一下设定，请先把 RDWork V8 打开，在设置里面的系统设置，请各位做一下第一次的设定。好，首先你要确定机器的原点跟激光头的位置都是在左上角。好，我们的机器是对齐左上角，然后请各位在扫描反向间隙这边打勾，增加设定。机器的设定是 200， 好，速度是 200， 那反向间隙是 0.06， 按确定。好，这个地方请各位增加一下设定。设定好之后请按关闭。好，第二个地方呢是页面设置的部分。页面设置的部分，我们这一次给各位机器是600×400， 就是6040 60公分乘40公分，所以请各位在页面宽的地方设定成600，高的地方设定为400，设定好就按确定。那另外请各位习惯在填充扫描图形这边把它打勾，这边可以区分扫描跟切割，就是雕刻跟切割的部分。好，以上是这第一次使用台湾三轴雷切机的部分，我们要做的一些简单的设定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雷切软体的使用。首先画图的第一步呢，就是做你的图案的设计，那这个部分呢会同时要把尺寸给决定好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会是要决定你的图里面哪些是要做雕刻，也就是扫描，哪些是要做切割，好，要把顺序决定好。同时扫描的部分、切割跟切割的部分，它的功率速度都要设定上去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把档案
存到随身碟做输出，再拿到机器雷切机那边做操作，就可以把图案给切割雕刻出来。我们现在很快速的来做个示范，假设我要做一个3×6公分的一个钥匙圈，那我可以先画一个矩形或是椭圆形的形状，然后这个形状呢，这个钥匙圈我可以在这边把确定的尺寸把它打进去，那6公分就是 60mm， 然后它的高度是3公分就是 30mm。 好，这边可以确定输入确定的尺寸，这个是长，这个是高，宽，这个是宽，这是高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设计里面的文字，那么你可以用 Ctrl 跟滑鼠的滚轮把图案拉近，然后在这里可以输入文字，所以我们选取输入文字的功能，在这边直接把姓名打上去。那字型的选择在这个软体里面，它是根据你的系统有安装的字型来做选择，然后大小不用在这里设定，直接按 OK。 好，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文字移到你想要放的位置上，然后同时呢做大小的处理，大小的这个选择跟处理调整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输入电话也是一样哈，一样在选了这个文字输入工具之后，点选画面任何一个地方，把电话打进去，按确定，然后一样调整大小，调整位置。好，那如果你画好图之后，我们最后还要穿一个洞，因为这是一个钥匙圈，所以我再画一个圆形的洞在旁边。好，那当你确定好大小之后呢，你的设计的阶段就完成。那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呢，各位还记得吗？第二个阶段就是做雕刻跟切割的设定。好，那我们要决定它的速度跟功率。那一般来讲，雕刻的部分，它在这个软体里面，它会用色块，用颜色来区分你是雕刻还是切割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字的部分，文字的部分我们现在要做雕刻，就是在这里叫做扫描，所以我们把它选取之后，我们把它点成绿色，然后把这个电话号码也是选取绿色，那同一个绿色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进来，这边就可以做基础的设定。首先加工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把它选成扫描，扫描就是所谓的雕刻。然后这里有参考的那个数字，如果是木板雕刻，它会建议速度大概在200到400左右，然后功率呢大概30。好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把它载入参数，它就会直接把参数带进来。那如果你想要刻深一点，就速度慢一点，可能300、200。那如果想要浅一点，就速度快一点。好，那功率这边也可以做调整，功率越小当然就越浅。好，就按确定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在你的这个挖洞的地方，我们把这个洞选起来。选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点成另外一个颜色，不要选刚刚的颜色，我们把它选黑色，然后加上这个外框的地方，我们也把它选黑色，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要做切割，做切割，所以我们都点成黑色之后，在黑色这个地方，我们再选两下，这里确定它是切割，请你把它选成切割，然后从参数库这边提取参数。那如果你是要做 3mm 的木板，3mm 的段木板，你可以点一下 3mm 的段木板，这边就会建议你速度是20，然后呢功率是80。好，你可以直接载入。好，载入之后呢，通常机器原厂的设定，它的功率设定会比较大，那我们这边实务上会建议，如果是 3mm 的木板，这边应该50到60的功率就可以切穿，
所以我们用60、哦、其实不用那么大的功率。好，那你按确定、哦、这个速度是20、哦、切穿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。好，那所以如果你在做切割的时候发现有问题，比如说切不断，你就可以把速度调慢或者功率再调大都可以。那这边请各位建议各位哈，速度不要低于10，啊，尽量不要低于10，低于10的话木板容易着火，好，会烧起来哈。好，按确定。好，当你把这个速度跟功率都调整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这就会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做扫描，一个是做切割。那请你记得，我们通常会先做扫描，所以你要把扫描的优先顺序调整在一的地方，然后做切割的部分是最后才做，所以我们会把切割的部分调整在顺序优先顺序二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当你设计的部分都完成之后啊，第三个部分要做输出，所以我们把你的设计图呢就要保存为脱机文件。那这时候请你把随身碟摆进去。存档的时候呢有两种状况。好，第一种是如果你是要存到雷切机上面直接输出，直接把它切割的话，那我们用这一个保存为脱机文件。那这个随身碟放进去之后呢就点选并存为脱机文件。那存的时候呢，好，请你就指定到随身碟上面。那这边给的名称请你注意哈，只能用英文或数字。好，英文或数字，然后它的副档名会是 RD 档。好， RD 档。那这个不能用中文。好，你的档案名称千万不能用中文或特殊符号，也不能超过8个字。好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你用了中文呢，雷切机会宕机。好，所以先把它存起来。那另外一种格式呢，就是如果你这个原始档以后还要做编修，还要做修改，那我们就会在这边文件这里，好，这边去按保存或者是另存，好，另存，然后一样给它一个名字。那这边是属于原始档的部分，那这边就可以使用中文的名称。好，中文的名称可以直接存档。那以后直接打开这个档案，它就会回到这个档案上面，可以继续的做编修。